跟一个木构，这也是当时整个建筑被保存的一个重点。下一页。所以呢，整个基本上现况来讲，祖师庙它基本上包含967跟967之一到四的一个地号，都是属于祖师庙的一个用地。然后呢，586、64，因为长山道路拓宽，又不容中级偏移。那目前整个祖师庙已经完成调查研究报告，在民国83年，然后呢，在民国96年已完成所有的经营管理维护计划。所以呢，在今年，去年已经开始执行整个右护龙一个复原的一个风貌。那整个复原修复的一个计划书图，已经在经过我们基本设计跟西部的设计的审查。可这样审查最后发现，原来我们还是必须去确认整个文资身份，才可以确定右护龙可不可以被完整的一个复原。好，下一页。然后这是现场的控照，那可以看到在右护龙的前段，它基本上是中脊是偏移的，它基本上后段的中脊才是正确的，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所以将来复原之后会延续这个中脊，把这个被消失的一个护龙做一个复原。然后呢，非常有趣的是，后来在祖师庙针对左右的摊商，在针对这个位置，右后下方的一个围墙的拆除中，发现它外露出原来的一个围墙。那这围墙我们做了整个水线的放样之后，发现这道围墙整个延伸基本上是跟右护龙的一个墙面线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也可以确定整个右护龙它的历史定位跟整个复原的相对的一个位置。下一页。然后这是目前我们预计要复原的一个位置。然后这条中脊是原来中脊的位置，这条中脊因为立面的关系，所以当时做了一个往内偏的一个动作。下一页。好，然后这是现场可以看到，它有非常精致的木座，可是目前都被大木座的一部分都被切割做一半的动作，所以将来都会以通梁的方式来做复原，不会用续接的。好，然后这笔的相关的经费也是由祖师庙来自筹办。好，这样，谢谢，下一页。好，然后这是我们真的拆除后的一个发现，然后可以看到这是前面的一个部分，这是我们预计它整个右护龙复原之后，它会突出去我们的地界线，可以侵占到960，也就是三角形的位置，那大概是一个12米宽乘以7米的大概2米的一个距离，那这个后来发现就是这个围墙，这个围墙是后来被重新在拆除摊上之后被重新发现。下一页。好，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这个围墙是旧的围墙，一直被摊上给遮蔽，所以呢，这道围墙是斜的，它跟我们道计划道路并不是做成平行的，所以呢，把这个水线放出去后，完全跟我们右护龙复原的位置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呢，我们会希望这是复原，不只包含前护龙的复原，到最后可以祖师庙基本上面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全区的一个风貌的一个复原。下一页。好，然后这现场可以看残留的整个斗气，我不能说一个正确的一个斗气，是当时的一个做法，可以看到旧的墙面，白灰粉刷，它确定是用白灰，而不是后来被摊商自行改建的一个部分。下一页。好，所以呢，这是刚刚提到一个，后来我们重新做了一个建界，在107年的1月完成。下一页。好，然后呢，这是变迁的一个过程，那这部分我们就不再做赘述。好，下一页。好，然后这是在74年保存公告的范围。那当时只有964是道路用地，967是保存用地。好，可能后来因为都市计划一直颁定之后，有做一个西部的一个分割，所以呢964是没有变的。然后后来967又再分割为967-1到967-4。好，那目前所有的授权人还是属于祖师庙。好，这是可以确定的。好，下一页。好，所以呢复原的范围包含967一部分，967-3还有964。好，然后原则上，但我们会希望把967跟967-1到4的部分，然后呢恢复到祖师庙。那964为道路用地，好，然后可是我们建筑物复原之后会占用到964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范围，好，那西部图面，我们往下来看下一页。好，所以呢，原则上我们的课题就是到与右护龙是我们的一个保存的一个身份，是具有文字的一个身份的一个价值。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修复图面就可以依序去执行。然后再用到964的一个范围，基本上在图面还有现场的放样都已经确认出来。然后呢，接下来是再用还有我们的公共设施用地967-3和所有权是为祖师庙。好，所以但我们还是会希望把这个所有权恢复到祖师庙。那可是另外的课题复原之后，现场使用性到底缩减。所以呢，我们祖师庙特别发文给各单位，希望提出一个路行变更一个动作。然后呢，针对电信、中消防还有的部分做一个搬迁的一个动作。好，对对策的部分，但希望是用户人复原，然后具有文资的一个身份。
好，然后呢，另外可能针对文字保存区的部分，可能做一个部分的一个扩大。好，然后保存区应该会建议包含9163比964的部分。好，964并不是全部，好，是一个部分的一个范围。好，那人行道路的一个调整，公共设施的移整，还有警用车位的一个调整。好，以上是大概对策有这6点。下一页。好，然后这是现场的，我们用照片来做一个放样图的一个确认。好，简单讲。这个红色的范围、黄色的范围，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预计要复原，这个修复之后会恢复的一个面积。好，那这个点刚好就在路原石的一个侧边的边上，所以这个是整个复原的点。那这一条黄色就是964跟9673一个地号界限，然后这条蓝色就是9673。好，所以基本上在红色范围内都是属于祖师庙的一个用地。好，然后呢，唯一会占用到964就是这个外凸的一个三角形。下一页，好，然后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会外凸到这边，然后这个点刚好就在路原石的一个侧边，好，大概距离大概2到3公分，刚刚好。然后这条线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条线的延伸，也就是刚刚看到那个旧围墙外露之后所发现的一个的相对位置，这条线的延伸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这是整个现场的照片来做一个放样说明。下一页，好，所以这是那。我们庙方为了取得共识，所以就先行发文给相关的一个局处单位，好，取得到底我们复原之后，到底各局室可不可以相协助跟帮忙。下一页，好，所以呢，原让都发局原则上只要扩大确认文资身份，然后就基本上他们会后续的只要扩大保存区，基本上就依法定程序办理。那新公处也是只要确认身份，他基本上就可以扩大保存区。那基本上文化交管跟停管原则上都可以，他们甚至可以配合调整不用警车位的一个停用。好，再来以上下一页。好，然后这是相关的一个公文的来整，然后这是停管处它对于我们的道路路行调整一个建议。下一页。好，然后这是提到这是复原前，好，就目前971号、973跟974，那接下来我们复原这个三角形。下一页。好，那复原之后可以看到既有建筑物，然后复原之后它会侵占到964地号的大概12米长跟1米7宽，好，大概是10.5 Hectare 左右，是大概这样的一个面积范围。所以呢，我们会希望把9673还是恢复到整个保存区，然后呢，964的一个部分是针对这个外凸的部分啊列为保存区。好，大概是这样。好，谢谢。其他是各局处单位都有签名，但是没有勾选要不要登记发言。像行政局、祖师庙、祖师庙需要发言吗？对不起，我是祖师庙的董事长啊，请坐。我也是医生的啊。因为这个祖师庙是分安徽人的庙，哦，安徽人就是从大陆移民来台湾的时候带过来的庙了，哦，所以我们对这个很尊重的，很需要。啊，台湾能够今天这样发展，就是我们安徽人在那边的欧罗德来台湾卖茶，台湾在这里发展成现在这样了。所以这个庙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祖先的精神。所以我很重这个庙，所以希望，而且我也感谢哦，以前的那个几位教授很支持祖师庙。我讲一句不好意思，我去接祖师庙的时候，我就不敢住了，为什么？重量哦都掉下来了，哦，这个庙都会倒回来。不过政府经过了实习的那个资源，才把祖师庙盖成这样的，在祖师庙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台湾省所有的庙没有像祖师庙这样维持古庙，我们的上挖着什么东西都按照以前的，现在的庙都是拆二年以来的上游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看真正的中国是以前的古迹的庙，请来看祖师庙啊！我们祖师庙很欢迎你们啊！你来看祖师庙，我本人是医生，不过我还是为了祖先，所以很注重这个庙啊！我也很感谢李千郎教授，他对我们祖师庙都很帮忙，很谢谢。好，谢谢董事长。好，谢谢。
那如果没有其他，那还有王世坚议员办公室，主任不用 ，OK， 好，谢谢。那光华区公所跟新奇里办公室，好，如果都没有的话，就登记的部分都已经完成。我们委员有没有指教？那可不可以请那个建筑师你翻到这一张，好吗？就是整体的，有庙城的，哦，庙城的，空葬，空葬，前方的，OK， 好，这张，其实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清水祖师庙所在的区位，还有它对万华地区的关键性跟重要性，因为我自己也是万华的人哦。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刚刚董事长也提，因为庙方对这边的管理啊等等，你们都有一种责任嘛，不管社会企业或什么责任。那我想请教建筑师啊，这些庙城这些现在这些摊商啊。土地是谁的？土地是庙的。是庙的。我们要钱给他，他就不搬就是不搬。政委只是叫我们主持人把他砍掉，要弄个围墙。政委有没有帮我们的忙？从来不搬。对，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觉得很困惑，也觉得很难过的，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一个庙，刚刚也提到了。从同事啊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庙，其实看不到庙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觉得清除这里，跟把那个后布龙用布龙复原，我觉得是等同重要，因为它是这个庙的尊严。好，你说错的话，我100%支持的。不过你们不支持我嘛，我没有办法，我要。那个摊商叫他走，我要钱给他搬走。就是这个不是只有庙的问题，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每天都为了这个东西上来。但是我认为，而且我跟你们报告，因为为了这个事情，摊商时常到我们里面来闹，所以我对我们的资源给他保险以外呢，意外保险还给他做，什么都给他做，为什么保护他们？还有录音机都弄过来十几台在录。为什么呢？才将来他动手的，我们才有证据靠他，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很可怜啊。我知道，我们要充分了解。只是我要提的时候，就像那个三峡的祖师庙也是嘛，外面都是卖电池业，慢慢就清掉了一些，可以把那个庙城更有尊严的保留。那我其实我在这里要谈，不是只有庙方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市政府可以怎么办法，不然这个，我觉得这个一直永远存在嘛。好，对不起。我是支持他们，但是我这个问题没有。老师，那个也不止他们，像今天另外有一个省不到那个吉应庙，那外面也是。那我跟你讲其实文字法可以去赶，但是赶的时候赶不走是罚那个祖师庙的本体，不是罚摊商哎。文字法就说你罚到的是那个管理的。对啊，那我们一帮忙去赶，就罚董事长。你就是法律就先暂停。好，因为这个案子跟吉庙的类似情况，你再看什么方式好来可以帮忙。我们是不是针对今天的议案本身好，提醒各位来审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照我们慢一点通过？好，谢谢各位。那我们今天的文字审查就到此为止。好。